好啦，尋日醒咗你哋扭完嘅情況，咁漏咗冇同你哋講嘅呢，係我點樣同紐西蘭央行有關人士打探信息。紐西蘭上一任嘅總理John Key，舊年聖誕大約半年前到呢，就自動辭職嘅，亦都冇講理由。咁非常之 smart 呢個人，佢呢係外匯交易員出身，咁啊做到總理係我個妹，做到而家連總都總唔到，理又理唔到，OK？咁當年同小弟係同期嘅添，仲係咁不過我哋大家係做唔同嘅銀行，咁紐西蘭其實係人都知嘅，OK？咁啊，唔怪得人話做金融嘅特別有種特性，係另類嘅人物。OK，連總理都做到嘅。咁嗱，香港以前都有個梁錦松啦，佢都係外匯從業員出身嘅。咁我同佢亦都即不時會出嚟應酬下，因為大家都係同期嘅交易員，所以咧連中央銀行都識得，肯定識得我哋嘅，OK？咁為咗呢一個視頻呢，我親自上威靈頓同一位老友敘舊啊！咁我直接問佢：喂，究竟央行會唔會干預市場嘅呢？咁佢非常之狡猾咁笑下話：梗係冇啦，你知道㗎 佢口咁讲，但系狡猾嘅眼神呢，就出卖咗佢。OK，咁我已经任务完成，我知道答案。OK，就系咁简单。OK，咁记得旧年9月、10月左右，系旧年吓，报纸都有卖，就话纽西兰中央银行怀疑呢，有人预先将嗰啲行內嘅會議秘密，尤其是嗰啲加息減息，事先洩漏咗出嚟俾傳媒要徹查嚇。喺宣佈之前嗰半小時、一小時已經洩漏咗出去夠噶啦嚇。沽樓完買樓完嗰半小時夠有餘噶啦，OK 可以執到水噶啦。咁啊，後來咧發覺係出喺同媒體有聯絡嗰個小組上面。喺程序上面嘅錯誤就唔係特登唔係 corruption，OK？咁後來咧就已經將嗰個漏洞填塞咗嘅，咁成個系統係更改過晒，就唔會再發生，會提早洩漏出去。咁但係細估唔到，有人竟然可以咧以假冒辨識 就已經可以攞到料嘅，OK？你要睇佢哋眼神啊，知唔知啊？所以我今日戴住无间道，可以俾人睇到眼神，戴住个黑超，你睇唔到我谂乜嘢。OK，嗱，今日我又再醒你哋另外一张图表，系澳洲对美金嘅，又系周线图，同寻日嗰张纽元一样。嗱，睇真啲，系咪同寻日嗰张有大同小异啊？嗱，尋日嗰張嘅紐元對美金嗰個兩條黑線嘅區間係0.7345到0.74，就 cap 住咗。OK，咁今日呢張咧，你睇唔睇到啊？嗰兩條黑線打橫 cap 住嘅咧，個區間係0.7730到0.7830，100點，尋日一個50點。啊，你睇唔睇到啊？0.7730到0.7830。OK，禮拜五係收將近0.77嘅，0.76幾嘅。OK，非常之清楚睇唔睇到？咁呢個區間嚟到呢度係升唔上嘅，已經有成1年有多嘅啦。你睇下個時間，下面嗰度就係講嗰個年份嘅。嗱，呢個係自從舊年3月以來，足足15個月嘅時間係升唔破呢兩個位嘅。OK，呢個情況最離譜嘅係，就算當中好多事，
美金跌，澳洲都升不破这个区间。嗱，通常我成日都讲，非美货币如果美金跌，通常都会升嘅。啊，无论你系英镑、欧罗，乜嘢都好，美金如果系跌，你就升噶啦，系咪先？呢个系其中嘅一个因素，只系其中嘅一个因素啊，唔系全部。咁但系竟然喺嗰段时间之内升到嗰度呢个咁嘅水平，美金系继续跌嘅，佢都唔继续升。佢跌 ，OK， 咁咧，而澳洲央行竟然仲话会向外话，通常佢都讲过唔止一次，每一次澳洲元升上去，澳元过高会使佢哋好难同埋好复杂咁去处理经济上边嘅调整 ，OK， 即系你搞到佢咧个澳洲过高，佢好多嘢都做唔到，变咗系。OK， 其實個意思就係咁簡單。佢話 higher Australian dollar is complicating the economic adjustment。OK， 咁啊講得咁深奧，好似好深奧咁。咁其實一句咁淺，我哋唔 like 澳洲過高啊。OK， 佢亦都冇話俾你聽乜嘢係過高。OK， 咩水平係過高？但係你睇幅圖你就知乜嘢係過高。OK， 嗱。我呢度再同你哋講清楚一點，呢兩張紐元同澳元嘅匯率圖係周線圖，唔係日線圖，即係話係每一週、每一個禮拜為基礎嘅圖表，即係話喺一週嘅星期五收市，佢唔俾佢喺收市高過零紐元嘅0.74，同埋。澳洲的0.7830 OK， 所以呢是不排除，为什么我这样特别再说呢，在一周之中，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有些时候是会高过这两个位置，但是现在看这个图表是没试过，但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它只要去到一周最后那天的收市不过这两个位置，似乎就 OK， OK。咁誒，嗱，你哋千祈唔好同我講，荷包無間道又話唔會升破呢兩個位嘅，咁即係我話俾你聽，我先保障自己，喺一個禮拜之中都有機會可以升破嘅。OK， 總之你打下問下我，以我多年同啲 dealer 交手，同啲央行交手，仲同總理交手嚇，咁、啊、我覺得咧有一樣嘢，我永遠永遠唔會就咁就相信佢哋嘅説話。OK， 啊，嗱到而家為止只有呢個白髮魔女耶倫，佢話我六月一定加息嘅咁，就真係加。OK， 唔通淨係信女人唔好信男人？我真係唔知啊，好多女士都話。男人信不過的，咁我話你知，若果佢係女人，我更加信不過，真係嘅。OK， 嗱，仲有一點，我一定要講得非常之清楚。呢兩日嘅視頻咧，這個紐元對美元同埋澳洲對呢個美元，唔係一個投資嘅建議，記住。OK， 我只係。將我看到的兩幅圖和中央銀行我探回來的消息告訴你們，大有可能這兩隻貨幣現在這麼啱亦都差不多到這裡，尤其是紐西蘭是過不到這一關的，這兩條黑線的關的，那你們自己也要用你們自己的思維去想想，因為上個星期開完嗰啲中央銀行會之後，似乎成全球嘅銀根政策有一個踏入一個新嘅領域。咁呢個領域會唔會令到澳洲央行同埋紐西蘭央行會將呢一個水平有所調整咧？咁呢個大家都唔知道，我唔相信佢會咁快可以有所調整。你要明白央行做嘢嘅程序。哇，
開會開會開會啊，反覆得好緊要，端端係冇可能，就算係金融危機，即刻可以攞到嘅決定出嚟嘅。咁咧，所以呢一個兩個介紹係一個資訊，一個非常值得斟酌嘅資訊，信唔信由你。咁誒，又不論你係男士或者女士，聽住，我絕對唔會負責任嘅，冇間道啊嘛，係咪先？咁啊，唔好到時有咩冬瓜豆腐就指住我荷包你呃人啊咁。OK， 啊，聽日再見。